整个世界似乎都消失不见，情不自禁。在受戒的当下呢，怀着是很殷重的心，因为已经祈求很久了，很希望能够受戒，所以呢也自己发心，就是愿意受满分的戒，祈请上师三宝加持，一定能够努力的持到圆满，利乐有情。自己好好发一个愿，希望我这次的受戒还真的能够好好去持守。所以在受戒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特别感觉到说非常的开心，很高兴这样子。然后也愿就是生生世世能够跟随师长，能够学弘忠大师清净显密圆满教法，直至成就无上菩提。今天和尚提到说，在受皈依之后呢，能够像佛陀所许的那样，在小苦中能够一直到佛，然后在大苦中乃至命中时，宗大师对我们的期望，把佛陀引到在心中，这样很想要从这一刻开始，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这样。成你为梦的眼，那一双神秘之眼。当我看着你的眼睛，纷乱的心灵顿时安宁，进入你圣妙的宫殿，深深光见。当我又看着你的眼睛，喧杂的信念瞬间纯净，融入你悲智里的体系，你的双眼再让我凝视万年终不疲融入你悲智里的双眼，我要再凝视千万年，直到